是我跟你们另一个厂实在是太凶太恶劣了啦，我只是旁边停而已，就这样推挤人家哎、欸，这个我们上去爆料，安慰嘛哈，白想说，我就跟我女儿讲说，因为她东西也快买回来了，我们就跟着车顺这样慢慢绕出来这样子。就是那边嘛，好绕开。那个男的大概超过了1000公斤，那我可以用走路吗？这样子哈，我今天拿枪，我就超跑走，后来我就开窗户，我们找不到停车位，我们要从那边出去。哎，你不找数，你要听我的指挥啦。哦，那就好了，没事了。哎，出来，沿家路转，又碰到他又在凶我女儿。我凭良心讲，我女儿脾气也不好，我都要出去，我干嘛听你指挥？就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我讲完了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我一句。你现在是要换了还是就是算了吧？就这样子，没有妈的，还是说你要跟他就算了就好了，不要干。